大姐你好，你好，我想问问大姐，你是来自哪个地方的人呀？东北吉林市的。东北吉林市的，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啊？67。哦哟，看来这身体这个脸上一点这个皱纹好像都没有，感觉不像人家那个皱纹很多了，60岁的，皱纹不多。保养意识超前吗？保养意识超前。听说你来了7年了是吧？对。哪一年呢？是？2015年、2016年哦，2015年到三亚，2016年到这儿，是旅游的时候到这儿来的是吧？不是，就是特意来到这养生。那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的呢？我本身养生早就注意这些。哦，那就我想问问你，就说你是一年在这住多长时间呢？不回家。不回家？嗯。那你老家怎么办啊？有事儿回家，没事儿不回家。啊、哦，平时都是不回家的，以这儿为主了，就说哦。那大姐，我问问你，你来这以后感受怎么样？就说这个地方，确实话，感受确实是好，空气好，邀请我各地人都来。那你个人感觉怎么个好呢？我也反正又在家就是翻气管炎病嘛。哦，到这儿不犯，嗯、就说还是这就是有对比是吧？嗯、对。哦。那大家，我问问你，在这儿消费和家里比怎么样？消费比在家强。强是吧、嗯？那你现在是这样，你租房子多少钱呢？租房500。你是一年年交呢，还是说？一年一年，有时候一年交，有时候不一年交，它就不一样。哦，那就基本上就是我住够一年，或者我就没有，不像有些朋友一交好几年的。人家是那个购买的吧？啊、哦，长租的。哦，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更合适，我想走我就走啊，是吧、啊？想来我就来，就是又不受这个房子的限制的是吧？嗯、对，反正是房子也是，他走的时候也都是把房子放着了。哦。回来前就当个家。大姐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他们说这小蚊子多，你什么感受？这个小蚊子，小咬啊，啊，小咬，像针尖儿似的，咬人特别疼啊，是吧？像我这出来少，还差点，嗯，反正越待时间长吧，它就是咬的少，咬的少啊、哦。你在待7年了，基本上也认识你，不咬你了，是不是？也咬，咬的说少吧。哦，像他刚来的人，就招这些特别多。对我时间长，它就是怎么再干哈，它也得是能变碱性。啊、哦，大姐，你是和老伴儿一块儿来的吗？还是我是老伴儿一块儿来的。哎呀，太幸福了！你这样，两个人在一块儿哈、啊，又找个好的环境养养生。对。再一个，你觉得冬天和夏天这有什么好不好？冬天吧，这地方反正倒是挺暖和，比东北暖和。啊、哦，比东北当然暖和了。暖和，但是有的时候也有冷时候。也有冷的时候。停停就过去了，家家都点电褥。哦，其实，也就那么一阵儿，是吧？对，啊、两个月吧。两个月啊，就过去了。有的朋友都上什么西双版纳。啊，避开这两个月啊，这个大约是几月份避开这个？对，11月份到12月份。在冬天的时候，12月份到1月份这块是比较凉的。对。只要避开这个时间。你出外头走还不凉，你在屋待个凉。啊，到外面走不凉。屋里阴凉。啊。在外头走还不冷。哦。活动的，那咱是现在说了，现在还不是最热，是7月份是最热的时候吧？7月份，啊、嗯，它这地方只要是一出太阳就热，就要不就下雨，哦，下雨就潮，出太阳就热。你能忍受吗？还可以吧。我说可能还很多北方人是忍受不了的，有的都回家了，现在人少了嘛。啊、我记得我去年冬天来的时候，还有很多这个北方朋友。嗯、这回来找没人儿，都回家了啊，都走了啊。像你这，你还得常住，夏天就在这住，就待着不走了。回家没事不回家哦，来回折腾啥，开的少。对呀、啊，你这花钱呀、嗯、路费呀、啊啊、什么，这事儿还多、啊、还。对，对是、啊。大姐，我发现你这个保养的理念哈、啊，保养生的理念比较好。哎呀，这真是，很多人在家你都知道，长了病还不想出来。说一句心里话，东北那地方吧，主要就开的少哦，工资少，工资少，人又工资多，都不等有病就不赶趟了啊、哦，赶病长病来不及了，哎、对就是那有病的现在不都出来了吗？对，没病的他这开的少，他不认可，对，没毛病，等有毛病不赶趟，对呀、啊，是，就是这样。你也是退休了的，所以还行，还有保障哈。嗯，哎呀，可。多少就这会儿，国家有保障，这个现在日子还行，只能说。对。好，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姐，我就采访到这儿啊，谢谢大姐。
今天镇上赶大集，就到集上转转去，带着我的新手机，拍拍有什么新鲜的，赶集赶集真着急，车流堵成一滩泥。